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，在动画《怪享兽》里给牙牙配音，在这里祝动画《怪享兽》开播大吉！原创动画《怪享兽》作为玲珑文化的开篇之作，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。8月5日起，每周一11点，哔哩哔哩独家呈现，我们不见不散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动画《怪享兽》里蔚然的配音演员苏尚卿，祝动画《怪享兽》开播大吉！想知道奇怪世界里的怪享兽发生了哪些有趣的故事吗？8月5日起，每周一11点，请锁定哔哩哔哩，我和蔚然在奇怪世界里等你，不见不散哦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动画《怪享兽》里青羽的配音演员聂希映，祝动画《怪享兽》开播大吉！这次配音的角色是一个爱吃梦的可爱少女，她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名字，大家可以做个笔记。8月5日起，每周一11点，锁定哔哩哔哩，和我一起追吧！嘿，大家好，我是动画《怪享兽》里向瑶的配音演员杨天翔，在这里祝动画《怪享兽》开播大吉。这次配音的是一个反派角色，有非常精彩的打戏，希望大家喜欢。8月5日起，每周一11点，哔哩哔哩独家呈现，赶紧追番吧！